被窃行的员工打电话来说，他老板娘打电话跟他讲被强盗啊，现在人绑在店里面。他还说我们都看到他的脸了，所以他要两个一起死。连哭也吓唬人，不要让他孩子没有爸爸。整个都在颤抖，公应当心里监管他。幸好他挚爱的老公一夜之间就这样没了。店长蛮娇小，楚楚可怜。可是吼，开始问了，做空摆出啊，为着要报复啊，我都去先去设计一个查甫来，让阿伟觉得说，这女人活在地狱里面，当作妻子一样和利用。这女孩子很可怕，后来还笑得出来，而且被杀害的是他老婆。蛇蝎美人吧，美丽的外表，真正的内容恐怖。本周晚间八点，台湾启示录《乐器行命案之变调的爱》。